漂浮在池塘上的无人机停了下来，接着急忙改变方向，飞往安全的平地，在障碍物堆积的屋顶上暂时徘徊，立刻找到空地降落。这是能够避开障碍物，自行在安全地方降落的 AI 无人机。GPS와 카메라 센서에 더해 거리를 측정하는 라이다 센서가 달려 있습니다이미지학습이이뤄진카메라는도로와잔디연못등주변환경에서착륙할수있는곳과없는곳을구분합니다无人机上的光学雷达感应器采用测定地面高低、计算倾斜度的演算法，可以找到安全的平坦地面。카메라와라이다의정보를융합해드론이스스로안전하다고판단되는지역을찾아내고그중에서도가장안전한지점을특정해착륙합니다다양한환경에서사람의개입없이안전한자동착륙이가능하다는것을보여줬다는점이의미가있습니다研究小组期盼 AI 无人机的技术未来能在快递、急难救助和军事作战现场得到有效利用。南韩无人机不断精进，釜山港也首次开通无人机送货服务，向海上船只或钓客配送物品或食物。매달고있던흰박스를내려놓자미리기다리고있던사람이봤습니다어저로가는거예요쟤는釜山港无人机送货服务之前已经试营运一阵子，从今年3月开始，抢先全南韩正式上线。선박들의주차장이라고불리는이곳묘박지를비롯해해양레저구역17곳을배달지역으로지정했습니다배송비는선박의경우거리등에따라25,000원부터시작하며낚시터는10,000원정도로책정했습니다전용앱만설치하면간단하게이용할수있습니다工作中不方便下船的船员，还有外出送货不方便地区的钓客们，都是无人机配送的潜在客户。地方自治团体和相关企业将会考量使用经验，在11月决定是否继续实行。지속가능성을갖기위해서는세가지가필요합니다뭐냐하면수요가있어야되고요그다음에인프라가있어야되고공급이있어야됩니다이세가지가조화를이뤘을때우리가배민이나쿠팡처럼이렇게커나갈수있는조건이될수있습니다그래서전체적인인프라구축을하고요거를조금더계속발전시켜서이제뭐다른국내주요항만이라든지아니면요런모델자체를가지고이제뭐그외국에도요런식의서비스모델을수출하는요런방향으로갈수있게끔이제업체를지원한다든지釜山市为港口无人机配送服务规划了5亿韩元的国家预算。另外，在釜山港国际船用品流通中心和韩国海洋大学设立无人机配送据点，同时还将打造可以监控监视器和无人机识别管理系统的控制中心，进一步扩大无人机业务。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